台积电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价值。台积电一共有四个价值 Integrity, Commitment,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 我是用英文， 我这个今天的演讲是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中文，可是这个四个价值我是用英文来表达，因为四个价值本来写下来的时候也是英文，那大家台积电里头的人了解的也是英文，因为这个四个价值啊，至少有两个甚至于三个，就是头三个 Integrity, Commitment and Innovation 其实是西方观念，那把它翻译成中文啊，是固然是可以意义可以接近，可是不完全达神，不完全是拿到了真正的意义，所以我才用这个在台阶里面我们也用英文来表达这四个价值。那这个四个价值啊，我认为是对台积电的成功是有非常大的贡献，而且在我们台积电里面，我们是的确是非常重视这个四个价值。可以说啊，任何高阶层的人，我说高阶层是大概是一共有100人左右吧，假如是他们不认同这个四个价值里头的任何一项，他们不会在台积电做得久的。假如是他们是新的人，我们说这个在这个高阶层聘用他们的话，我是会先告诉他们我们这个价值，我也解释给他们听这个每一个价值是什么意思，我要征求他们的认同。假如是他们觉得有点犹豫的话，我们是不会用他们的。这个是不但我会征求，我面试的人会，我会这样征求，而且我也定住了我们的高阶层用人的人也是这样的来征求。那事实上我们每隔几年都在内部，就是所有的员工，我们有20000个员工，都做一次调查。这个调查啊，就是针对这个四个价值。这个调查的这个内容就是，你觉得你的周围的人是不是尊重这个四个价值？啊，那已经调查了好几次了，我们是每几年做一个调查。那我可以很高兴的报告的，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四个价值是当时每一个是有不同的调查结果，可是每一个都是至少90%以上。这个我问员工，这个调查问员工，不是问他们自己哦，问他们自己这个是很主观的嘛，他而且是你可以相信这个，他自己一定是说是哎我认同，就是问他们是你们周围的人，你的上司，你的同事，你的上司的上司，以及你的下属或者你的同事的下属，你们周围的人是不是认同这个价值？那这个是比较可以依赖一点这个统计。那结果是假如是结果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就会认为我们公司的文化出了问题了，我们公司的价值出了问题了。那四个价值是的确也是我个人的价值，那我就常常在想这个价值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呢？我个人的价值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那这个就是跟我的学校生涯
有关系了。我是在一个动乱世界里头生长的一个年轻人。我生在1931年，那一年就是所谓918事变。918事变是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了。我6岁的时候，中日战争就开始了。我的小学是在一个世外桃源香港上的。那个时候香港是被认为是世外桃源，因为是没有受到战争的这个影响，它是英国的殖民地。那我在小学里头学到什么东西呢？老实说，那个时候到底学到什么东西其实是已经不太记起来了，记不大起来了。到底是这个是从6岁到12岁的事情，但是有几件事情是记得的，就是这个英国殖民地好像大家都很守法，学生很守规矩校规。那这两点，守法，这个看见社会大众都守法，那个学生守规矩，这个也跟我的家教，我父亲母亲也要我守法，也要我守规矩，是很符合的。这个我记得小学的时候。那另外一个我记得是英文，我是小学，我不记得是几年级了，我上了小学，而且不是一个所谓英国小学，而是一个华人小学，但是2、3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英文。那这个是对以后的这个我的教育啊，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我的初中也是在抗战时期，那个时候我已经到重庆去了。那个中学是南开中学。那这个记忆啊是比较深了，是那个时候是个中日战争时期的重庆。那我记得的很清楚的，那个时候学到什么东西，国家观念非常的强，就是大部分的同学大部分的老师都是逃难到重庆的，他们都本来不是住在重庆，不是生在重庆，他们是逃难到重庆。为什么他们要逃难？就是因为国家被别人侵略了，所以要逃难。所以这个国家观念是非常的重，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没有个人，这个观念，一连串的观念，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大我，大我观念，而不是只是小我自私的，而是大我的观念，是就从国家从国开始，国家到个人。那这个观念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强。那至于精英教育的观念，我倒想做一个4年啊。我刚刚我记得这个吴副总编辑是问，到底这边有多少政大的
学生。我刚刚是坐在前面，我虽然是回头看，可是没有看清楚。可不可以请你再举手给我看看政大的学生？那我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你们政大的学生有多少是预备将来在社会上做一个领袖的领导人物的？请举手。其实不少，至少比台大要多啊。啊，可是我要说下去了，不比南开中学多。这个南开中学那个时候啊，在抗战时期受的教育是精英教育，是领导人教育。我们几乎每天都被在提醒，学生啊，我们只是十几岁的学生啊，每天都被提醒，都被老师提醒，都被校长提醒。你们这班人将来在到社会上要做领导人物的，你们要领导这个社会，领导这个国家，要把国家建立起来，建立得强，所以经济上我们也会比较富有一点，而国防上我们就不会被外国欺负了。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精英教育的观念，也就是自诩为领导人，国家的观念，也就是大我的观念，那个是在南开中学我受到的，是可以说是最强的。那等一下我接下去会说啊，我后来在哈佛、在 MIT、在 Stanford 也受到这种教育，尤其是在哈佛 MIT 也稍微有点，可是那种啊是已经是没有在中学，南开中学初中那么强了。刚很高兴看到啊，是啊，你们有这个，我可以说啊，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举手的人的这个比啊，百分比是比台大、清大、交大都高。也许有些人也许听到过我在那几个大学问过这个问题，我也表达过我看到的举手人的那么少的失望啊，所以你们今天也许就特别举手了，是吗？啊，不过无论如何啊，这个我可是。虽然是你们是蛮多的，可是你们不如美国的常春藤学校。常春藤学校我不包括 MIT 啊，常春藤学校是哈佛啦、耶鲁啦、这个 Princeton 啦之类啊，那种学校他们不是每天了，可是每个月也许就会被提醒，你们是领导人，你们一定要自诩为领导人。你们只要不是领导人的话，也许你们不应该到这个学校来念书。好，在初中我受到的教育，学到的东西，就是国家观念、领导人的准备、校训。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允是允许的允，允公，公是公家的公。允公的意思我想我不需要太解释，就是你能够为公家做事，你要为公家做事。允能就是你也要有能力，这个是比较是倾向于个人的能力了，所以又要能够
为公家做事，又是有能力。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日新月异。那个这个其实啊，这八个字啊，其实跟我们这后来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四，我刚讲的四个价值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当然台积的价值，你最后一个我刚刚讲是 partnership， 那个是比较是有点商业属性，是应该说是不包括在那八个字里面。可是台积电第三个就是创新 innovation 跟日新月异其实没有什么不同。高中我想应该是把它跳过去了，可是为什么呢？因为事后看来，几十年以后看来啊，在高中那个时候已经是战争结束了。我在上海住了三年，高中就是在上海上的。这三年可以说有两年半的歌舞升平，完全是一个太平的世界。最后半年是天旋地转了，什么东西都变了。那这个三年，在这个歌舞升平的这个两年半了，的确也看到了，学到了东西，就是黑暗，那种黑暗，在初中的时候倒没有看到哦。在初中的时候，在这个士气激昂，都是在要打要抗日啦，种种，是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黑暗了。可是，在太平的时候就看到了。那最后半年，那是我说是天旋地转，是的确是一个很难过的这个日子。这个我看到我爸爸他的这个积蓄，在这个共产党还没有打来之前，就有金圆券的通货膨胀了，把所有的这个人民的这个黄金跟这个美金啊，都要交给政府了，啊，就这样子一来啊，就是他的这个一生的积蓄啊，就少了很多了，啊，那到最后几个月就要逃难了。可是这段时期啊，我想学到的就是这种也是这种国家家都破掉了，要逃难了。我们是从香港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可是太平洋战争发生了，日本人进去了，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跑到重庆去。那上海是共产党打进来了，再又逃到香港去。那每一次都是一个生活的完全改变，不但是那个时候的生活目前改变，完全改变，而且是将来的计划也完全改变。香港到重庆，在香港是过了一个中上阶级的这种生活，到了重庆就是连肉都没有吃，学生的生活虽然是士气非常的激昂，但是肉都没有吃的，床是有臭虫的这种生活，
那从上海又逃难到香港了，那是不但是生活改变了，而是未来的计划。未来的计划本来是预备就在自己的国家里面上大学做事，那个计划都改变了。不但是在自己国家上学做事，而且是预备是念商科了这种东西，管理系了这种东西，可是那个计划也要改变了，因为要去美国了。去美国应该是有很多人看起来是很幸运的，可是事实上对我那个时候来看，那个时候我一个18岁的年轻人来看，简直是前途茫茫，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而且是希望在那个国家念完大学，在那个国家谋生，前途茫茫，为了计划。那这个是不是挫折是什么？但是改变嘛，是必须要改变了。那在美国的这个大学，头一年是在哈佛，那可以说是最兴奋的一年。一开头是感觉的是前途茫茫，可是很快的就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多么兴奋的、令人兴奋的一个学习机会。英文这是最为基本的，可是同时的就是把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不但是文学，文学还是在其次，政治啊，西方的这种企业的这种模式，西方的这种怎么样开会，西方的这个艺术、音乐，还有我就18岁、19岁，像一个海绵一样都来吸收。那个是可以说是我全面学习的开始。全面学习就是你有浓厚兴趣的，你都学。当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想法，到后来我是也比较别把它限制一点了。终身学习啊，不能够是你有什么兴，你有什么兴趣，你都学，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康熙的教育哦，这是乾隆的教育哦。他们受的教育是，就是一个现在讲的一个通才的教育哦。所以乾隆是他会写诗哦，写很多诗，他也会写字。可是他不是，他受的不是一个领导人的教育。那其实他是做皇帝，是应该是领导人呐。那他的教育应该是一个领导人教育，不是，他是一个通才教育，通识教育。那我在 Harvard 的时候，我在 MIT 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所追求的也是通识教育。那到后来我才把它又把它这个范围把它控制了，变成一个领导的教育，全才，我是把它称为一个全才教育。全才教育跟通识教育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不同。乾隆受了
通识教育，但是他没有受一个全才教育，他没有受一个领导人的应该受的全才教育，所以他一点国际观都没有，你知道，一点国际观都没有。他没有国际观，使得中国在他之后就很快的就落化了。这些都是题外话了。不过我每次想到乾隆皇帝啊，我就把他跟这个教育啊两个挂钩啊，就是认为乾隆受的这种教育啊，其实乾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中国皇帝受那种教育，中国的皇帝都是受那种教育，是不好的教育啊。是这个乾隆是中国最后的一个机会，能够跟这个列强能够并驾齐驱，那个机会失去了。我在这个大学就是像海绵一样吸收所有的教育，那这个学到的啊，也就是把所有的基本的东西啊，西方的基本的东西都学到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中学、初中、高中一直到这个大学啊，也就是因为对所有的事情的关心啊，所以这个阅读的习惯啊，是一直是保持着啊。这个阅读是绝对不止本科的阅读，而是各种阅读。我还记得我在 MIT 的时候啊，有一次我爸爸来看我，那个是一个礼拜天，礼拜天我是都有看那个《纽约时报》的礼拜天的《纽约时报》的习惯。那我爸爸在看见我在看《纽约时报》，就问我了，他说：“哎，你明天不是有考试吗？怎么你还不准备呢？你在看《纽约时报》？”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自以为是哦，那个时候，啊，我说，哎，这个也是教育啊，这个是很好的教育，嗯。那我爸爸就不以为然了，他说，你这个是不负责任的教育。为什么不负责任呢？因为你不必备考嘛，你这个平常这个念书是要备考的嘛，这个是要负责任的。那你明天要备考了，你还不看看这个你这个有责任的这个东西，而去看那种你不需要负责任的这种东西啊。我当时很听我爸爸的话，我就赶快去准备了。可是那个是我当时的想法啊，当时我也自以为是。那爸爸一骂我，我觉得他很对啊。可是过了许多年以后啊，我又认为我还是对的，是。因为我觉得啊，这个 MIT、哈佛这个大学这个几年啊，其实我学到的东西，后来使得我成长的，其实还是都是这种课外的东西，而不是我课内的东西。我课内是念什么东西的？我课内是念机械工程的，我后来机械工程一点都没有用到哦，几乎一点都没有用到哦，是。我用到了倒是对世界的了解，对世界的观察，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事，那种都是在本科以外的。我现在我是在 MIT 念完硕士啊，要考这个博士，考博士，可是考不取啊。所以，假如是说是真正是可以，你可以做一点改变的挫折啊，那个
这个恐怕这个是一个大的挫折，就是考不取博士。考不取博士嘛，那当时真是觉得是完了，几乎有一个礼拜是根本吃东西都吃不下，睡觉也睡不着。可是那个就是有了挫折，必须要改变。那改变嘛，我就说，反正我这个读书大概是读不好，反正我本来也不是这个理工科的这种材料，我还是去做事吧。那个是那个时候的改变。那个事后看来啊，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改变，也是其实是朝着兴趣走的改变啊。因为那个时候在我要考博士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想法啊，读书越读得多越好，这个是对的。可是你专科的东西，假如是你不预备在那个专科，一生都在那个专科发展的话，你这个专科读得越多，你就损失了你的别的机会啊，那就是不一定好的。那我在那个时候就想到那一点，就做了这个改变。假如我是还是要读下去的话，虽然是 MIT 考不取，可是考不取博士，可是别的学校也会考取的。我认识的好几个朋友也就是这样子，那他们跑到别的学校，那个 MIT 是一个，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 MIT 的在世界上的理工的地位，比现在 MIT 在世界上的理工学校地位还要高哦。这点啊，是 MIT 我虽然是没有考不取这个博士，但是我现在做 MIT 的理事了，你知道。那我这一点其实是我跟他们校长，已经我校长其实是任期是蛮长的，上一个校长 MIT 做了十几年，那这个校长是才做了两年而已。我是跟这个两个校长都讲的，我说啊 ，MIT 啊，你们是很专啊，你们是这个，可是你们不是训练一个培养未来的社会领导人的地方哦，我就觉得啊，因为太专了是。那他们倒也非常坦白，对，我们不是不一定是培养未来领导人的地方，可是我们是培养未来诺贝尔奖金的得者的地方。1990年开始到现在 ，MIT 产生了9个诺贝尔奖金。这个并不是 MIT 的校友得到了诺贝尔奖金，是 MIT 的教授，现任的教授得到的诺贝尔奖金，九个。90年到现在，2000年到现在5个。那这个话刚刚啊，这个英发行人说我对教育现在很有兴趣，的确如此，因为我是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常春藤的这个校长啊，这个其实有经常的联络啊。那这个话是我听了，我就去问这个耶鲁的校长啊，你们拿过多少诺贝尔奖金啊？啊，耶鲁的校长说啊，诺贝尔奖金我搞不清楚了，可是我们在十几年当中产生了3个总统啊，这个都是领导人嘛，诺贝尔奖金也是领导人，虽然不能是学术的领导人，所以这个就是。我是认为是蛮重要的，是 MIT 是产生诺贝尔奖金的地方，
这个耶鲁、哈佛是产生总统的地方，那政党，我相信是一个产生未来领导人，不一定是总统了，总统是当然是最高层了，可是也可以说是，也可以是院长、部长、市长、县长、立法委员、企业 CEO 等等等等。那我学校的这个学的，我的学校的生涯是跟台积电是有对台积电有影响吗？我相信有的。啊，对台积电的文化，对台积电的价值文化，我相信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啊，integrity， 我相信这个是领导人一定要有的一个特质。commitment， 我觉得也是一个领导人一定要有的一个特质。innovation， 我觉得是一个公司一定要有的特质。那世界级，台积电是一开始我们就想做世界级，那种抱负，我觉得跟我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生涯也是有相当的关联。只有最后一项 partnership， 那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 innovation。可是因为那个特别重要，所以我把它分别的列出来，成为我们的一个价值。那这种价值有什么用啊？我们知道台积电很赚钱，成长的也相当快，可是你的这个价值难道是真的是使得你这个赚钱赚得多，使得你这个这个成长快吗？我可以，我没有时间解释了，但是我可以先跟你讲，这个我现在要用句英文，用两个英文字，unequivocally， definitely， yes。台积电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是一个整体的东西。这个整体的东西啊，是从 values 开始。你把它拿掉一点啊，你只看赚钱啦什么，你就完全就失去这个真正的这个意义了。我想社会啊，还是啊需要啊提升的，是啊，是怎么样呢？怎么样是提升呢？这个是啊，不只是经济的发展，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啊，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怎么样使得大家是安居乐业呢？就是要有更多的公平正义，机会的公平，社会的正义。我想这些啊都是啊，假如是说是你未来作为一个领导人，无论是在政治上也好，在企业界也好，
我相信是应该在那个方向来迈进，就是怎么样能够使得社会正义公平多一点，怎么样能使得大家一般人，不只是你自己，一般人能够更为安居乐业一点。台湾的大学生啊，有一个相当大的弱点，就是这个是一个共同的弱点，是就是英文。这个英文啊，这个啊、是这个是，假如是你要问为什么这个台湾这个是啊、国际观啊、会常常有人提，但是还是不太够啊。我就是第一的归罪的就是英文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你只要把这个台湾跟这个新加坡跟那个香港啊跟印度比啊，这个英文程度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距啊。那有了英文啊，这个并不表示说你需要英文是因为要跟外国人谈话，这个不是这样子。英文是你需要英文来吸收别的国家的这种新闻，别的国家的创新，别的国家的这种文化啊，这个是一个英文是现在已经是啊是这个世界语言啊。那当然很不幸的，那你说这个其实这个台湾的这个也有很多中文的翻译嘛，报纸上就几乎每天都有，那杂志上也常常有啊。可是很不幸的，我这种翻译我也看了不少，可是我是要报告的，就是第一啊，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重要的东西都翻译过来。第二，他们即使是翻译过来了，也翻译得不太好，是。啊，所以我是觉得英文是一个很必须的一个工具。那至于，好了，假如是一个人把英文学，其实有很多人其实也会，英文是足够好了，可以是，可是他们还是不太跟这个国外接触，因为这个到底是阻力是比较大啊。这个啊，我是觉得是啊，你英文弄好了，你在这个啊。这个在国内看到可以很多东西，那之外啊，要到国外去接触去，到国外啊，这个你是只是到国外去听演讲是不够的啊，你要讲的，你要在国外讲，而且是辩论啊，那我觉得这个才会形成这个国际观啊。这个有的时候是跟一个有学问的人名人讲个半个钟头啊，真的是有茅塞顿开的作用哦，比你自己是关了门这个念好几个月的书跟杂志都好哦。是嗯，我就常常有这个感觉。我跟我太太一起到美国去开会，那有机会这个就是碰到这个 Kissinger 啊，那这个我们听了他是这个讲了好几个钟头，那是对一群人讲的，那又跟他单独谈话也有十几分钟，那真是对我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对这个
例如伊拉克、伊朗，事情了解，不是我自己在看报纸、看杂志所能够得到的。我想你们假如是有少数人，啊，有少数人，不是随波逐流啊，有少数人，每年这个每年毕业班是应该是15000个是 full time student， 也就是说是每年应该有2500个毕业了，学士毕业，2500人里头，我相信假如是，我相信可能是有25个人，2500人有25人，他的所受到的教育，不受这个整个的教育制度的影响，啊，我相信。假如是你们觉得你们不是这25个人之中之一的话，你们应该有志争取这个，做这个25个人之中之一。